Hello， 大家好。你们看到这个烟，像不像这个主题出来了？OK， 大家好，大家晚安。OK， 今天是周末哈。那今天呢，我们安排非常好的这个乐团哈，在铁花村，而且也是我们在地的哈。那这些都是很奇幻，因为为什么叫他们奇幻呢？就是他们的幽默，还有他们的歌词、歌曲也非常的好听，都非常的奇幻。所以说，他们是我们铁花村的宠啊，吉祥物了。只要他们在铁花村，就到处都是欢乐。那今天呢，很多朋友哈，可能是第一次来，也可能是第一次听到他们哈。那今天他会给你们很多的那个乐趣啊，也希望你们啊，把这个美好的这个乐趣呢啊，把我们铁花村啊，传达出去哈。那今天呢，这个今天有慢市集哈，慢市集还有那个彩绘灯笼。啊，大家入场都有开个章，你随时都可以进出哈、哦。那抽烟的朋友哈、哦，待会呢，你抽烟，你要抽烟的话，啊，就厕所旁边这边啊有抽烟区，啊，你可以到那边抽哦。你其他的地方都不要抽哈、哦。那厕所啊，有男生厕所、女生厕所，不要走错了。啊，这个地方呢是我们歌手休息室呀、啊，也平时啊平常也是我们那个室内的表演的地方。不过夏天我们都会把舞台哦都拉到外面。可以，大家在外面可以抬头看到星空啊，天空跟啊，会很舒服。不过今天有一点闷哈，我希望各位不要太烦躁哈。如果很烦躁的话，我们铁花爸有一种消除体力、恢复疲劳的饮料，会让你很舒服。OK， 好，那我们今天呢，这个演出会分上下半场啊，中场会休息十分钟。请各位在走动的时候，在上厕所，就是在那个出去的时候因为地面不是很平，有拉线啊，请各位注意一下。那待会在演出当中，你可以拍照哈，但是不要用闪光灯，因为你闪光灯的话，歌手啊都眼睛都会黑黑的，好吗？好。OK， 好，那准备好了吗 ，Leo？ 好，你们准备好了吗？好 ，OK， 大家都准备好了，那我们开始，那我们掌声欢迎，来新乐团。